下一世若有缘分和机会，我还是会做你的丈夫，做孩子的爸爸。已因忧郁症病发而带着3岁儿子跳楼的少妇朱凯伦，今天母子两人举殡，死者丈夫在亲友陪同下依依不舍瞻仰妻子和爱儿的遗容，并叮嘱妻子带着孩子好好的前往西方极乐世界，令闻者心酸。另外，小死者的幼儿园多位各族老师昨晚也到丧府慰问，与朱凯伦的母亲抱头痛哭，场面伤感。8月31号国庆日当天，23岁的朱凯伦带着儿子从公寓32楼跳下，双双卧尸1楼草坪。